爸爸去坐飞机了耶！我们要去坐飞机了。爸爸，小东宝乖，我们要去坐飞机了。你看看，妈妈真的会不会很？坐飞机，爸爸慢慢躺哦。欢布布啊，我们要去坐飞机了，下飞机咻！刚才我就想到他们的关，关关，嗯，要帮哥哥关嘴巴了。我没想说，我要站起来穿啊！好，我准备好了。我准备好了，是妈妈肩膀，对，是妈妈肩膀。哥哥也是坐的，我也是。哥哥穿很松的，我们穿错脚了。哎呀哎呀，来，先这个洞洞，这个脚脚，好吧。好棒呀！跳起来了，也倒了。跳起来的，跳起来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穿袜袜。爸爸，袜袜坐坐。爸爸，爸爸穿。好，那你坐 Black 椅子穿。爸爸，爸爸穿。好，爸爸帮你穿，你坐这里。袜子的洞洞在哪里？哦呦。打开。看尿尿了吗？还好。好，谢谢孩子。爸爸妈妈，我在那里跳下去了。你的鞋子跳下去了啊、哦？它松掉了是吗？那这样呢？这样很好。OK。好的。妈妈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小心哦！哎，东东，先不要放开，我顾东，我拿东东，好期待哦！先留着，好不好？放到上面吗？我也可以哦。来了，车子来了，这个。哇，这么多车！我今天算好了，现在进了第五趟，我们现在怎么样？第五趟了，刚刚第五趟。But you show me life is full of faces. Sometimes clouds got in our favorite places. But we were young and unaware. Oh, I. 我们今天要坐的是9:35的乐桃航空，在二号 two， 我们去 two。这是 four， 对，这是 four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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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排好多人啊！这么多人，而且我这里看到这么多人。住在哪？黄冈路。住在这。我看到这么多人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。你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哦。我弟弟看到这么多人。你怎么了？我弟弟看到这么多人。真的，人好多哦。真的哦，我还没开过。你好，我是童爸，你是谁？我是童童。你是谁？我是董董。你是董董，这是妈妈。
我们现在在机场，在桃园机场。我们今天要坐什么航空，你知道吗？ Pink 飞机。Pink 飞机要坐什么？要坐 Green 的飞机。嗯，怎么是 Green 的？不是我跟你讲 Pink 的吗？ Pink 的啊， Pink 是什么飞机，你知道吗？快乐的小桃机。乐桃航空，快乐的小桃机。大吉苹果。爸爸，你之前不是说是五个东西？对啊。那你等一下，我们看看是不是 pink 的桃子，好不好？ pink 爸爸抱抱，要抱抱了吗？要抱抱了吗？人好多，我们已经提早很早就到了，是9:35的飞机，我们现在才7:05，我们就到了。两个往前两个小时开过来。然后我们今天一样是没有选位置，然后我们家两大两小，嗯，看看他会帮我们怎么划位。两大两小，你的取径好奇妙。对，我们家两大两小，那那个乐桃它的座位一样，跟上次的虎航一样是3:3嘛，左边3，右边3，所以我想说怎么划都很奇怪，那我就不划位，一样是交给那个工作人员划。看看他会怎么帮我们画，好不好？好。你觉得他会怎么画？不知道。三，好小。脚脚可以这样，不是不是站，是坐。脚脚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呜、哦，欢迎扶着。有没有？给我看妈妈耶。等一下要坐 pink 飞机，但是东东先坐一个 pink 行李箱。这个时间的乐桃有飞冲绳跟大阪，排队的人都好多。他今天是会去旅行吗？对。什么时候回来的？礼拜六。机票订好了？订好了。了解。刚好连在一起的，对，但是 D E F 是一起的， C 是单独的，就是跟别人做的。靠走道。对，嗯，你知道是谁吗？爸爸，是我。但是我们的位置我们可以连。对啊，我觉得这样不错，对不对？连在一起很不错。嗯，所以没有画位，还是有帮忙画连在一起。而且他说我们这次可能上飞机要用走的。不是走那个空桥，要走楼梯上去，要走楼梯上去的，很特别的体验呢。等一下走走看。而且你看，乐桃的机票跟我们上次的虎航机票，对，它上面的图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 pink 的飞机耶。东东，东东，你看，给东东看，你有没有看到 pink 飞机？你看我们的票票，上面有没有 pink 飞机？我们要坐哪一个飞机？这个，然后求冲绳，把这个。pink 的，这个。马上去超越。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啊，叫做接驳候机室，飞机就在后面，而且在这个候机室离飞机位置好近哦。空桥。对，你看这个就是空桥。空桥。在飞机干嘛？对。来了，来了，最近。我也想吃饱了。我还是不要，不要加油啊！哦，拜拜。这个候机室比之前那种走空桥的候机室还要舒服，位置比较多，空间也比较大，我喜欢这个地方。
你喜欢这里吗，东东？我蛮喜欢这种风格的，然后。不是，你不觉得这里比较舒服吗？谢谢。好。我们要上飞机的，要走楼梯的。楼梯在哪？不是，我们要先坐接驳车过去。哦，我们要先坐车吗？还要先坐车？哇。五六七八。好，前面就好了，来。等等，我们不是要坐飞机吗？怎么变成坐车车了？先坐飞机巴士去飞机旁边。而且，宝宝，你看它前面像不像有个树须？它的灯吗？后照镜。后照镜。拉不到吗？妈妈帮你举高高，你去拉好不好？一二三，上。哦。不会了，司机还没有来，司机还没来，很安全。你要吗？换你下去。你看到司机上车，你就赶快上来就好了。准备出发咯。东东。大家都在拍耶，来，我们一起，一起，一起来。我们后面一起，我们后面一起走哦。是桃子。我们要上飞机了。You are around, but I will try my best to carry on without you.你看地板上没有缝哎，这个差不多是二楼的高度。To figure out where you land, I know that I have done some things I didn't regret. I might have done the same, but it doesn't make it easier. 好，那你们坐这边。没有，我们四个位置还有这里啊。我坐这边啦、啊，我坐这边。我们虽然隔了一个走道，可是还是连在一起。两个拳头很远。小朋友坐一定很舒服啦。坐巴士到飞机，那这边呢？你看一下你的。我的一个拳头。五个。统统五个拳头。我们现在不能肩并肩了，还是至少可以手牵手，对不对？还是可以手牵手的，嗯。哇，是翅膀耶！翅膀耶！完了，要起飞了。啊啊！那我
上次想到我睡着都是这样摸啊。对啊。把我关起来。你按呀，结果真的在打呵欠。那是什么声音 ？Thank you。但不是什么声音？我已经放屁了。ただいまから。哎，到这边是有空调的。我其实我觉得走地上比较好玩。地上比较好玩，但是空调比较方便。好了，跟飞机拜拜。拜拜。你要自己找电扶梯吗？爸爸，睡醒了不？你今天耍棒吗？啊，那你觉得热潮的舒服吗？很大。很大吗？你觉得热潮跟你上次十年前做的时候？比较讨厌老人家的记忆力。那椅子舒服吗？我一睡到不知道哪里去。刚下看到那个海超蓝的。我就有说走道我看不到，风非常漂亮。那你觉得你比较喜欢走空桥还是喜欢走从地上走上去？当然是走空桥。那你呢，东东？你喜欢走空桥还是喜欢走地上走上飞机？你喜欢哪？你喜欢走空桥哦。到了耶。冲绳的机场有电扶梯啊，台湾的也有啊。我们到冲绳了，耶！来到冲绳的第一餐，我们在机场的美食街。我一直很想试试看冲绳的，这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对，它是海苔的一种，好吃吗？有蹦蹦蹦蹦蹦吗？有特别的味道。他们也来一个海葡萄。这是海味。小海苔哦，珍珠海苔哦，你要吗？不要。坚定的拒绝。每次看那个美食节目，讲到冲绳就会讲到这个海葡萄。我来冲绳的第一餐就来试试看。口感好好玩哦，啵啵啵的。没有，我们都没很喜欢。我们发现了机场这边有一台公共钢琴。Hello。
妈妈救，妈妈救。好，爸爸呼。爸爸回来了。爸爸回来了。爸爸帮哥哥拍啊。你拿反的啦，什么？不是这样拿的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抱在脚上这样子啊，我猜的啊，我也没弹过。好了好了，放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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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钢琴比较简单，放好放好。跳一下。我们到冲绳了，一二三跳。那边有小朋友玩的，让你下去跑一跑好不好？好，爸爸帮你推。东东，你是小桃子送来的行李吗？我被